好，首先先感谢大家，8:50就真的来了这样子，好，谢谢大家，这样真的是对大家来说不太好意思，然后也对大家造成一定程度的负担这样，好啊，嗯，就先做做看吧，因为感觉还是把该还给补给大家的时间呢，是补给大家一下会比较好一点这样子，好，不然其实也是希望说能够把这学期原本有规划，然后我觉得还蛮重要，以后大家应该用得到的，的内容，还是让大家知道一下。可能因为你之后也许就，不会再修到这个的基础的一个课程，可能你之后会用到的时候，就是你修别的课程要直接应用了。那时候如果你还对这个印象的话，可能会比较好，至少对写程式来说。会比较，会觉得它还蛮实用的这样。好，那今天其实我们的一个算很重要的目标是要把这个第八个单元讲完这样。好，阿罗讲完之后还有时间再跟大家讲那个第九单元的一个部分。好，不过第九单元我目前看一看，感觉应该是可以讲到前面比较观念的一个部分啊，一些比较详细的就等下礼拜再跟大家说这样子。那这样算一算，其实时间也过得蛮快的，因为再过来下礼拜上完之后，我就会跟大家说，那我们就是明年见了这样。因为下礼拜就今年的最后一次上课了，然后下一次再看到大家，学期结束之后再看到大家，应该是一年后的事情了。哦，就是大家可能修电工实验的时候吧，因为电工实验我也是带就是甲班的部分这样啊，不，实际上电工实验是甲乙两班，我都会上到课这样。哦，所以大概就一年后了，好，就是期待到时候再跟大家见面这样，好啊，下学期开始大家又会再接触到，不一样的专业科目，不一样的老师这样，好，希望这每次我上完大一的课都有很深的感觉，就是希望到了大二再看到大家的时候，大家的眼神还是像现在这个样子这样，因为通常我会发现到了大二看到大家的时候，那个眼神就差非常多这样子。就感觉疲累很多这样，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尽量的保持那个热情这样子，可能也许可以的话，就等到大二下的时候，那个电工实验的时候再让我，那这样不止一年哦，是一年半，一年半，因为是大二下了，因为基本上中间应该我就没有再开任何课程了，要等到大家大二下、大三、大四研究所才会再有一些机会这样子。好，所以总之就是很珍惜这一次跟大家的缘分这样，希望大家在这个学期可以，至少觉得，这个课程对你来说会有一些帮助这样。好，那这个单元的话，我再稍微复习一下上礼拜所教到的一个部分，这个单元是要教字串的一个处理。那我看大家在专题，蛮多主题的那个构想都很有趣这样，里面应该都会蛮用到字串的一些处理啊，你今天可以看一下这个字串，的处理，在你的专题里面可以让你的专题变得多实用这样，因为我们这边会做一些，在这边目标上面，大家可以看到会有一些蛮实际的运算这样，像是你可能会需要做一些复制，或者是需要一些更改，你可能本来假设你是做，好像有些是做游戏的，有些是做库存管理的这样。那你输入一个东西之后做完处理，你可能要帮他加额外的字上去，譬如说处理完了，或者是帮他改名字等等，或者是把一些项目本来你没有排序的，今天会讲到，就是可以按照他的字母的顺序，或者是如果你是要存中文的，不确定可不可以，应该照理来说是可以，照中文的顺序来帮他做重新排序，这些你今天学到的东西就会蛮实用的，就会用得到这样子。那讲义的最后面也有一个比较综合性的一个算是练习题，要让大家思考一下，可能是稍微以分组的方式来想想看，那个也不会太过困难，是让大家想想看说，这整个单元学完之后，如果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题目，它应该是会需要用到哪些在这个单元里面的一个内容这样子。好，所以大家可以去待会可以趁那个机会去想想看，这样子学完之后这些内容可以怎么使用这样子。好，所以这个是这个单元要跟大家讲的一个部分这样。
都是以这个字串，这边每一个其实都是一个字串，字串就是很多字元所组合起来的一个东西，这样子叫 string。然后如果你要印出来的话，就是用这个 person s 这样子。好，那其他部分上次有跟大家提过了，就是说，字串的部分，我们需要先确定好我们所宣告出来的这个字串，它也是用阵列的方式来储存，它的大小必须要够大。如果你宣告不够大，而你存的东西太大的话，那可能会造成你的程式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它可能会出现错误的结果，但它不会跟你说错误讯息，这个叫做 overflow 这样子。那待会儿要稍微再看一下这样。那今天会教的比较新的部分，还有下面这些比较啦，或者是字元的处理。这字元处理等一下也会看到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运算。譬如说，有时候你可能需要把特定的字元小写变大写，大写变小写，或者是判断它是大写还是小写等等的。也许你的程式会去需要请那个使用者要输入一个大写的东西，但你为了防呆，你就会写了一个判断式，说万一他输入的是小写，那你要警告他这样子。那这边就会看到一些方式可以去判断他输入的东西是大写还是小写这样。那这个算是一个不会在讲义里面讲到，但是在课本里面会看得到的哦，就是文字编辑器的一个程式。你利用这边所教到的一个内容，可以做出这个东西出来这样。我好像没有看到有同学要做这个东西，所以你就是参考一下看讲义，看课本后面的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内容就好这样。那讲义的后面刚刚有提到，就是一个比较一个大一点的一个范例，让大家去思考说，那你大概要怎么做，要用到哪些这个单元教到的东西，才会能够做到那个范例要做的事情这样。好，所以上礼拜刚开始的时候，跟大家介绍关于字串的一些基本的东西。字串最简单的就是概念，就是它就是一堆字元所组成的。这边每一段这样都是一个字串，这样也是一个字串，这样也是一个字串，这样。那注意到的事情是，空白也算是一个有效的字元，像这个字跟这个 a blank 中间这个空白，它也是一个字元，这样一个有效的一个字元。那有效的字元，就有所谓的无效，或者是我们所说的空的一个字元。在字串里面，空的字元就是这个斜线零，它是每一个字串的结尾的字元。比如说我们输入一个东西，按下 Enter 之后，你用程式把它读进去，它就会在它的最后加上这个结尾的这个斜线零这个字元这样。好，那好，所以上礼拜跟大家提到说，如果我要存一个字串的话，刚刚也有讲到，它就是一堆字元所组出来的一个集合，所以我们会用一个字元的阵列来储存它。譬如说，像这边就是它的资料形态就是字元，然后我放了30个位置，准备来存我的这个字串。所以意思就是说，搭配刚刚所讲的，你如果这样子宣告的话，你到时候存进来的东西，你就要确定好，它最多就只有30个字元。要不然它不会出现错误讯息，它只会直接在结果上就是看到错误的结果这样。那这个30要注意到，就是这边这个空白，刚刚有提到空白是一个字元，这个斜线零这个也是一个字元这样，所以它就占掉了两个字元，空白跟斜线零这个结尾的字元也是算在这30个里面的。所以大家在最后写那个专题程式的时候，倒是要注意一下，会不会你的这个要存的字串会过长这样子。好，那有时候我们会用，今天也会看到有一个 array 来存字串这样。譬如说像是这个样子，像这个是一个字串的一个阵列这样。这个是我额外再加进去，让大家比较清楚的看到。其实在课本里面也有这样子。像这个就叫做是一个这边提到的这个 array of string 这样子。我可以把 string 呢，就是用 array 的方式给储存起来。譬如说这个是月份，所以我就放了总共12个月嘛。每个月呢，我估计它的字元数量不会超过10个，所以我就宣告了一个这个叫做在上个单元的最后提到的多维度的一个阵列。这边是2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有12个，代表每个月份；第二个是每个月份的文字的量这样子。那我就可以用这个方式，这样子在宣告的时候把这个月份给储存下来，这样。这个待会再后面的一个范例，你也会看到这个它拿来做什么这样。基本上来讲，这边有多一个，这个是错的这样。好，所以这个就叫做是一个这个二维的一个阵列这样子。好，所以
你在你的城市里面可能蛮有机会就要需要去宣告到，哎，你可能这时候会有很多个名字要储存起来，那你这时候就要用到这个二维的一个阵列的一个部分了，这样。好，所以这边大家可以先稍微看一下这个部分，这个也是上次的内容，这样。那刚刚有提到这有一个空的字元，好，要注意一下空的字元跟没有的跟零，size 是零的这个阵列其实是不一样的，零应该说 size 是零的字元，这样。上次有用一个例子给大家看，这样子。我就说是这一个这样，哦，零就是说它还是有东西，但是只是里面没有物件而已，这样是空的那个 size 变成零这样。我们刚刚提到这个 null 资源是连那个资源都没有这样子，哦，所以换句话说就是说这个 null 资源呢，它有占那个空间，但它不能算是资源的其中一个，算是种类吧这样子。资源就是 A B C D E 啊，然后一二三四五啊这一些这样子。哦，那空的就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字元这样子，哦，它就是一个斜线零，哦，让大家再看一下这个部分这样子。好，前面其实都是蛮快可以带过去的，就是比较简单的，在看到那个运算的时候倒是比较需要大家花多一点的时间稍微看一下这样。好，所以在如果是自创，我们宣告好之后，我们要把它印出来或读取进去，就是用 printf、scanf 或者是 personS。印出来的时候，如果想要对它做一些格式化，譬如说要让它向左对齐，像这个样子，哦，这个叫向左对齐。那你可以加一个负号，哦，那前面教过就是这个数字的这个部分，就是帮它留多少个空间，譬如说留20个空间来印总统的名字。然后这样子的例子是对到这里来的，哦，你可以画一条线过来，它是向左对齐。这名字呢，就是不能让它超过，加上空白跟结尾字元，不能让它超过20个字元这样子。好，那这边我就不太仔细讲了，宣告在这里这样，然后你看要扫进去还是印出来，这都是最基本的运算而已，扫描进去然后再把它印出来，还没有加上运算这样子，哦，要注意一下这个宣告部分，自己在写的时候这个长度可以的话就定大一点这样，哦，啊，应该不会定到太大，就是我猜应该大家不会定到太大，定到太大的一个风险是你的程式跑一跑可能会说记忆体不够这样子，所以我想应该是不会这么到那么大，你就自己估计一下，但你要跟你的组员协调好，就是说如果我这样子宣告这个字串的长度，会不会你自己不会写超过，但是你的组员宣告的某个名字的长度会超过这个东西，这个就大家要再注意一下这样子，就是这个十这个，可以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大概你们最大会到多少这样子。好，好，所以它是你这样子宣告了一个字串，哦，一个字元的阵列之后，你在 scanf 它的时候，这边有一个要注意一下，就是如果是空白的它都会把它 skip 掉这样子，哦，就是如果有空白的它会，如果你输入有空白它都会把它跳掉，直到有一个有效的一个位元进来这样，哦，所以比如说你输入这个数学这个字就 math， 输入完之后刚刚有提到它不是只有占4个字元而已，它还有一个结尾的字元在这里，它总共占了5个字元，哦，让大家看一下这个部分这样。好，那刚刚有一直在跟大家提醒的就是不要过载，哦，超载 overflow 这个超载的这个部分这样，哦，你要注意你的 size 不能够太小这样，要不然会有可能出现，你的结果是错的，但是 compiler 或者是你在执行的时候它不会，哦，它不会跟你说有 error 这样，他不会跟你说有 error 这样。好，所以像这个也是一个例子啊，他就宣告这么大而已这样，可是你输入一整串，那他就只会存在，譬如说他就存到10个位置，他就存到第10个位置就结束了，你后面的这个东西都不会被存进去。好，所以如果你的整串的文字对你来讲是很重要的，那你后面没有被存进去的这个部分，你到时候程式跑出来应该就会很奇怪这样子。好，所以这让大家看一下这个部分这样。所以这是 8.1 的部分。8.2 开始就是运作的，运算的一个部分了，这个就是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一个地方。可能大家在读的时候你也可以思考一下说，这个学完之后它可能可以用在哪里这样。我们会有一些例子让大家参考这样。可是你可能可能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自串的部分。在专题里面可能是谁会负责，还是大家都会用到这个字串的部分，可以去思考看看说，那这个东西在专题里面它扮演的角色会是什么，是你输入的时候就一定会有字串了，
或者 更进一步是在你的程式的运作过程当中也会有自串这样。到时候在专题的那个报告就最后的那个书面报告里面会请各组要特别强调出来，因为有一个条件是专题要用到这个课程单元的每一个主题这样子，会需要请各组比如说在专题里面把你的 code 都打进去，然后框框框起来，然后跟我们讲说这个部分你用到的是课程讲义的哪里这样子哦。那我们会看大家框起来的部分来评估这个部分你做的多完整这样哦。所以换句话说就是自串有可能你们的做法有的组别做法就是说我就只要有宣告有读进去这样子就结束了，然后这样子也说这样子叫有使用到自串，就规定来说你是有符合的，就是你有使用到自串，但是你可能就没有用到自串的那些运作。假如有另外一组他不只宣告他有做一些运算的话，那这样在这两组来比的话，他在自串这个的使用上面的得分应该就会比较高这样子，比起如果只有宣告跟读进去的这样子的情况。所以到时候需要请大家在你的 code 那边用一个比如说红色的框框标起来说这段是使用到讲义的或课本的哪个观念这样子，这样我们会比较知道要怎么评分这样子。啊，如果你没有标的话我们就是靠我们自己的判断了这样子，所以还是请大家标一下会比较好一点这样。好，所以你就譬如说那你就来看说那到底自串可以做什么样子的运算呢，就第一个很简单的就是做复制而已这样，就是我要把它复制到别的地方。复制其实在后面你会看到，如果我们需要把就是自串做排序的时候，这个复制就会很有用了。排序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我有这个自串好了，让大家看一下这样。这排序跟数字的排序不太一样。譬如说，这好像是排序好了。假设是这四个好了，这四个名字，我们现在要对它做字母的排序这样。但实际上这边现在它已经看起来已经先排序好了，就是 G 应该是在 J 的前面对吗？好，这个是这看起来我看起来应该是排序好了对吗 ？G 在 J 的前面，就是 A B C D E F G 啊，哈，啊 J 在 T 的前面，不对，那 J 这个不是啊，左边那个可能，对啊，好，那这样这个例子刚好这样，所以那我可能就会需要把这个东西做排序，那你们猜我们会怎么做这样子？我要按照字母的顺，就第一个字就好，第一个字字母的部分来对它做排序，那我可能会需要怎么做这样？我是不是需要先，我一定需要做什么事情？好，切，我是要先切出来第一个字源这样，然后我怎么知道 G 会在 J 的前面还是后面 ？ASCII code， 所以我可能要做什么运算，我可以弄到它 ASCII code 这样，大于小于这样子，所以你可以直接比它 ASCII code， 待会你也会看到有一个叫 string compare。它可以比较，它可以帮你比较这个跟这个谁的顺序比较前面这样子，啊你就不用切了，这样子你就不用切第一个字源出来。好，那假设是这样子，我现在已经知道这个 T 在 J 的后面，那我怎么帮它做排序？数字的部分大家之前学过嘛，数字的部分如果我知道它的大小顺序要排序，我是不是需要宣告一个 temp？需要一个 temp 的变数，先把它摆进去，然后再让它做交换。我不可以两个直接做交换。那这个字串的排序，你要怎么做交换？其实也是需要一个 temp， 你也是需要一个 temp 的一个字串，然后你就会需要用到这个了。现在要讲的这个复制这个，你就要把字串的那个内容丢到 temp 那个字串。所以这边有一个要注意到的事情是。字串的复制不是像我们那个变数直接写一个等于它就会过去了这样，不是写等于哦，你写等于它不会过去这样。譬如说你有个阵列叫做 temp， 一个叫做譬如说名字这样 name 这样子，你如果要把 name 弄到那个 temp 那边去，你要用这个 copy 这个东西这样子，你只有在宣告的时候才可以直接指定它的内容这样，其他部分需要使用到这个 string copy 的一个部分。好，这个叫复制这样，所以这边跟那个整数啊、小数的那些处理又蛮不一样的。
你如果要对字串做一些处理，你就需要看一下课本啊，或者是讲义里面教过哪些运算它是可以用的，这样哦，不要，你也是可以尝试看看。那你这样，你的印象会更深刻，这样子。好，这样我以前在写的时候就不知道，所谓字串不可以这样用啊，我都习惯前面教学到就是变数就是这样子用啊，啊，我就不习惯这样子写，我就字串的部分就一样一直用等于，结果就会发现哎，蛮挫折的，什么东西都没有办法指定过去这样。好，所以后来发现哎，是要用这个 string copy 的一个部分。这个有目，这个前面这个 string copy 的语法是这样子啊，就括弧里面前面的是目的地，后面的是来源这样，所以这个意思就是把这个 hello 放到 s1 这个字串里面哦。所以再强调一下，你不能直接写，你除了宣告以外，你不能直接在 code 里面写 s1 等于 hello 这样哦，这样子就会有问题的。你要把 hello 放到 s1 那个字串里面存进去，你要做这件事情 string copy 这样子哦。所以这个提醒大家一下哦，啊，你之后可以试着做做看。哎，这个单元我记得我好像也有放了一个，就是加分的一个作业的一个题目这样子，好啊，你待会可以看一下。如果你有想要做的话，哦，就是有些同学前面的作业有一些比较疏忽到的地方，你想要有一些补救的话，那你可以在期末之前把那个加分的作业做一做，再交过来给我这样。所以目前为止啊，等一下我讲完那个好，目前为止这样就会有两个可以加分的部分这样。不过其实重点还是在于那个专题啊，哦，那个加分的幅度会有限这样，专题是蛮重要的，因为它占了35嘛，占了35这样。啊，注意一下这个，你这个 string copy 是会有 overflow 超载的问题的，意思是什么呢？你要注意一下这个 s1 的长度，你宣告多大哦，然后这个要复制过去的不能太大，不然你还是会发现这个 hello 可能会少两个字啊，或三个字等等的这样。哦，所以这个要注意一下这个部分，这样，这个是会有这个问题。如果你怕就是会爆掉的话，有一种方式是用这一个，这样就指明确的指定你要复制多少个字元到你的目的地，譬如说像这个样子，他要把这一个 inevitable 的不可避免的摆到这个 S2 这个阵列里面来，可是呢，它的 S2 它已经本来就明确知道它就是，譬如说就是只有五个字元而已，所以它就可以这样子来限制这样哦。所以你可能在为了不要让你的电路，让你的程式会发生 overflow 的情况，你可以用这个命令哦。啊，这个不是只有这个用途而已这样子哦，就说这边其中一个目的可以是这样啊，那我就可以只复制五个字元，我就复制 inevi 这样子，它就会摆到 S2 了。这样子五个字元这样子，哦，所以你会看看你要截取哪段部分。大家也会看到这个 string n copy 呢，它还有另外一个妙用，就是你可以任意的截取你的这个字串的某一个部分，你不一定要从头开始截取。大家会看到，哦，就是从头截取的话，你就是从头然后去截取一部分，你也可以从中间开始，然后算五个字元把它放过去某个字元这样。哦，这待会应该说上次有跟大家提到，就是如果你的程式一开始叫了使用者输入一堆名字，哦，譬如说美国总统名字啊，但是你需要把每个总统名字放到不同的字串变数里，那你可能就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你要知道第一个总统名字、第二个总统名字、第三个总统名字可以分离出来。那待会你会看到可以用这个 string copy n copy 这样子。如果你知道每个总统名字中间会隔几个字元，然后每个总统的名字最多是几个字元，哦，譬如说最多就十个字元，那你每次都是切以十作为一个单位去做切割这样，哦，待会会看到这个例子让大家看一下。语法简单来说，你就可以先看一下，哦，欸，它其实就很简单，它就只是多加了一个变数在这里，让你指定说你要复制字串的几个字元，哦，但是它后面的延伸我是觉得蛮有趣的这样哦，蛮妙用的，就，欸，这个居然可以拿来做字串的切割这样子，哦，所以这个大家也可以想想看，你学了这个东西之后可以怎么用啊？趁那个专题的机会，哦，我想可能以后比较难有机会让大家在做这个练习，哦，因为以后大家就直接用了，就可能还要专注在那些不同科目的内容上面这样，所以这样子复制一部分而已，我们这个就叫做片段，然后就 fragment 这样，只有片段。我只把这个 string 的其中一部分拿出来而已。譬如说本来是这样子，这个是某人的可能生日吧，这样子1月30 1996。那
他输入了这个东西，可是我要存的时候，我不见得要全部把它存起来。我现在可能有好几个变数，我有一个变数要先存他的出生月日而已，我没有要存年这样。那我要怎么切割嘞？那我可能譬如说这个例子，我就这么做，我把这个 S1 呢，因为我已经知道我给他一个格式这样，我在输入的时候就，或者是说一般输入年跟月啊，年月日就有一定的格式。譬如说大家可能假设大输入的人，他们都知道说，哎，输入月份的时候就是一个，要输入一个缩写啊，比如说就是三个英文字母 J A N 啊，缩写大部分应该十二个月份的缩写都是三个字吧？哎，对，好像都是三个字。如果是缩写的话啊，所以我就很明确知道说，哎，月一定是三个字元配上一个点，就四个字元这样子，然后空白哦，这样就五个字元。然后月那个日的部分顶多就是两个字元，不可能超过两个字元，所以这样子我就一二三四五六七，最少我就是抓七个字元，我一定可以抓到这个使用者输入进来的月跟日的部分。好，所以这边的场景，这边的情境就是这样，使用者可能会输入我们要他输入的完整的资讯，可是目前你可能只需要知道他的月跟日的部分拿来做一些处理，那这时候你就可以用到这个 string copy 了。哦，这边是用9啊，不过实际上你可以用7就可以啊，一二三四五六七这样子。用到9的话，就会抓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抓到这里来这样，这九个前面这九个抓放来这上面，然后因为它宣告了10个位置，所以最后一个位置我不知道放什么，这个问号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哦，不是它会存一个问号进去啊。哦，就是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这样，但我很明确的知道说，哎，在这里这个点啊，哦，还有后面还有一个结尾字元这样子，这个复制上去之后再加一个结尾字元这样子。好，所以这个就是这个 string n copy 的一个用途这样哈。待会你会看到它后面好几个命令都是像类似这样子的形式的，一个是单纯的，另外一个是你可以就多一个 n， 你可以指定它要做。针对几个字元来做这样子，哦，所以这边大家可以再参考一下这样，哦，啊，在最后回顾一下这样，哦，就是你要把一个内容放到一个字串里面的时候，你不可以写等于这样，哦，你要用这个 string copy 这个部分。好，这个就是 上次说到的那个例子这样，哦，譬如说现在就要输入一个名字好了，哦，就是一个人的名字。那我需要对这个人的名字做一些，也许是处理或是排序这样哈，啊，这美国人的名字啊，他们通常会写就是这个 last name 就是姓了哈，这个是名，然后他们还有一个 middle name 这样子，然后中间名这样子。我看现在台湾人有的人也会有类似的，你们有谁有 middle name 的吗？就你们的护照上面的名字这样子。护照上的名字，我们那个不是就是，譬如说我叫谢东佑嘛，东佑那两个字就是，虽然中间会有一杠啊，但是他也是这个名的部分，啊，谢就是姓啊。啊，我会看到有的人会多出这个东西，其实也不完全是那个东西，就是我看到有的研究生自从念研究所之后，前面譬如说谢东佑前面就会多一个英文名字，譬如说我英文名字叫 Chris 啊这样。好，那我的英文名字他就会写成就是 Chris 东佑谢这样子，就多一个那个东西出来。我不知道为什么研究生会多，然后就会看到很多什么 David 啊、John 啊、Mary 啊等等的这样子。好，搞不好你们以后研究所也会这样。不知道是觉得通常英文名字会取得跟中文很像啊，哦，这样外国人比较好记。譬如说，如果是叫我取。我知道类似的叫谢东佑，有的人就会取叫 Tony 啊，就很像东这样子，所以大家都会很好奇，就是为什么我的英文名字会叫 Chris 这样，啊，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原因，就是国小的时候上英文课，老师问我说，你要长的英文名字还是短的？我觉得很难记，我说短的这样，然后他就跟我说，那你就叫 Chris 好了。然后我就问一下，那长的有多难记这样？他说长的就叫 Christopher 这样子。克里斯多福这样，啊，我就短的这样。你们的英文名字是跟中文走的吗？还是就独立的这样子？我没有。你怎么知道？你很害怕。那个写前院长在那个企划书里面就是你，是不是？他打的。我想要看得很有感觉这样子。我本来是想要打名
你想要打那两个字啊？对啊，然后他就打前院长。看有组员有稍微啊，没关系啊，那个前院长也看不到这样子，他可能会觉得你跟他很亲近吧？说要不要大三来修一下他的课这样？那你英文名字是跟着？哎，你们都没有，你们都没有，现在都没有特别取英文名字，都没有。嗯，好吧，可能以后等到比较多，可能明年度你就会看到比较多菲律宾的同学跟印尼的同学这样。嗯，现在其实我在我一门大三、大四的课，哎，大四的课就有一个印尼的同学，就导致说有时候他上课会问问题，那被问的那个同学就要用英文回答他这样子。哦，这样还不错啦，有些国际的交流这样。好，所以回到我们这个范例，这样哈，就是说外国人他可能在输入那个名字的时候，就会有 last name、first name， 然后还有甚至有 middle name 这个。那我可能在储存的时候，哦，比如说你如果做有同学做游戏啊，或者是库存，一定都会输入一些项目的名字啊、人的名字啊等等的这样。那你可能就需要把他的就是姓名跟中间名把它分开来做储存。那这边问题就来了。他这样输入进来之后，你怎么能够帮他把这个名字呢按照 last name、first name 跟 middle name 把它分开来呢？那一个简单的做法就是，那我就必须要知道说他到底 last name、middle name、first name 会个别占几个字元，以及我怎么把它占，譬如说这个占五个字元，五个字元，假设就是最多五个字，七个字元好了。哦，就假设啊，像这个例子啊，他就用这个 string copy 这样，他已经明确的知道说我所有输入人的名字呢，假设 last name 最多就是五个名字，五个字元啊，哦，所以那他就可以用这个 string copy 把目前这个 praise 这样，欸，这个不知道是目前的还是总统名字，假设先叫他叫目前的哈 present 这样子，哦，就是目前的这样，他就先抓他的前五个字元，只复制五个字元，那这个就叫他 last name， 做完之后再帮他补这个，哎，这个结束符号进去，这个就 OK 了，这个都很简单。问题是在于中间跟后面的，我怎么知道这个中间的要怎么抓？因为你不可以像这个样子做，中间的，譬如说它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第八个字元开始才是那个这个叫 first name 嘛。啊，你又不可以直接写 string copy， 然后praise， 然后写个八，这样子它会复制这整串过来。但是我只需要中间这一个这样子，所以这边就是我刚刚所说，这 string copy 蛮妙用的地方，跟这个是类似的，差别是在于你在这里可以指定它的起始的字元要从哪里开始。如果通常这个这也蛮重要的，在字串你这样子写 pres， 这个是它字串的名字。它指的都是第一个字元的位置，这个 PRES 你这样子写，它会指到第一个字元的位置，哦，它一定就是指第一个字元，这样用第一个字元来代表整串的位置。因为后面储存，如果你有机会去看一下它存在记忆体的样子的话，后面这个你这样子写，它是存这个 A 所存在的位置，那，啊，实际上在记忆体里面，这个 D 就是 A 的这个位置，再加应该是加4吧，加4就存 D 这样子，啊，再加4就存 A， 再加4 M， 它有很多个位置存这样子，所以它通常你这样子写，它就是放 D， 就是存字串的第一个字元的位置这样。如果你现在要抓这个 first name， 那你可以事先算好，就是说，知道说，我这样子使用者输入进来的 first name 都会放在第几个位置开始。在这个例子来说，它是第七个位置啊，就0123456，所以它就这样子写。把第七个位置的位置，好，就跟指标那个一样 ，end 位置放到这个 string copy 来，它就会知道要从第七个位置开始做这个动作。那你又知道它的，譬如说 first name， 它就只有四个字元，就放4，这样子它就会把这个 John 给抓进来了。类似的做法，这个 Quincy 这个 middle name 也是先算出来，这个 Q 会是在这字串的第几个位置，他发现是第12个位置，那他就这样子写。但是这里呢，它不一定需要，就不用用到 string n copy， 就 string copy 就好，因为它就是把第12个位置的，从这个位置开始的后面所有东西都抓进来，这样子就好。哦，所以是不知道看大家你自己最后在做你的这个专题的时候，会不会需要把你的字串做切割这样？如果你要切割，这是一个简单的做法，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哦，它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必须要确保你这个5啊4啊这些东西呢，
还有这个七这些数字呢，必须是满足于你所有可能会输入的名字里面。换句话说，譬如说，如果我现在输入的这个名字不是 Adams， 可能譬如说我先输入 Quincy 好了，假设 Quincy 就是他的姓好了，假设好死不死，这个人就偏偏输入一个 Quincy 这个名字，他的长度是大于你这个 Adams， 那你这个你目前写的这个就马上就会错了，因为这边你只有写他就抓五个位置而已。换句话说，就是万一你输入进来的名字大于五个字元，你就不能这样子做了。这样，好，所以这个是比较适合说你很确定，你有规定使用者输入姓啊、名啊、middle name 的时候，最多就是多少个这样。譬如说，你就规定每个栏位就是给他十个字元，那你之后可能就这个就写十，这个就写十一，然后这个也是写十，以十个规定好十个字元做一个切割这样子。好，啊，这个是一种做法这样。比较弹性的做法会是下面所说的这一个这样子，哦，就是说这个做法我就不需要像前面这个一样，我必须要规定使用者说，你一定最多你只能输入十个哦，这样对使用者来说有时候会觉得很困扰，为什么你就只有给我十个空间来填而已啊？万一我就是有一个例外，譬如说我是别的国家的人民这样子，然后那我的姓刚好偏偏就是超过十个，这个是很特例的话，那该怎么办这样？所以这边要教到另外一个命令，叫做这个 strtok 这样，这个叫字符哦，字元的字啊，符号的符这样子，字符的切割这样子。也就是说，我就看我这输入的东西的一些特性来做栏位的切割。我不是以有几个位，不是以有几个字元来做切割，我是看有没有什么特殊符号来帮我做切割。譬如说这样子啊，他就这样子输入好了这样。啊，但上次我们好像有提到这个，有一个可能有一个问题是，啊，简单来讲啊，就说如果我要切割，我要知道这三个栏位分别独立开来呢，我可以用什么符号来把它独立开来？啊，我又可以确定一定可以分开来的这样。在这个例子来看，应该是一个空白的符号这样子。好，就是这边有一个空白，这一个空白。如果用空白来做分割的话，你就可以知道，空白这样分割起来。空白的最前面就第一个栏位，两个空白的中间就第二个栏位，空白的最后面就第三个栏位。所以你如果有找到这样子特殊的符号来做切割的话，你就不用像这个 string copy 这样。string copy 的重点就是你要切出来到底是几个栏位。但是后面这一个的 strtok 这一个 token 就是那个特殊的字符这样子。就是 token 就是特殊的一个符号，你如果用符号的话，只要你确定他们输入的人一定会放那个特殊符号就 OK 这样。譬如说我们这个输入这名字，姓后面一定跟一个逗号，然后空白，然后这样再空白，然后再做这个 Quincy， 所以你就可以用空白来帮他做分割。像这个例子来说，它的语法是做这个样子这样。本来你把这个 string place copy 这个弄好之后，应该说这样 place 就刚刚输入的这个。这个 place 接过来的时候呢，他先把它复制到一个叫 copy 的这个变数里，所以这边又看到刚刚要复习的第一个观念，这样你要把这个字串放到另外一个字串的时候，不可以直接写等于，你不能写 place copy 等于 place， 这样会有问题，你要这样子写，就 place 复制到这个 copy， 用这个 string copy 这边来。接下来是这个就比较特别一点，这样上次有同学也有在特别来前面询问过这个部分。你把它复制到这个 pre copy 之后，接下来呢，你就可以开始做切割了。切割的时候呢，第一行的部分，你先把本来的这个字串，看你要用什么东西来做切割。它是用，这边是用逗点，所以上次我才会觉得很奇怪，这样。用逗点来做切割，这里 John 这边大家帮我补一下啊，你把 John 这个后面自己撇一撇这样子，好，把这个 John 撇一撇，这样这个例子就 OK 了。这样，如果这边是用这个，这边有一个逗点的话，那你就可以用逗点来做切割。这么写就是叫他把这个 place copy 这个字串呢，用逗点先做切割，切割完之后它就会变成三个栏位了，因为这边有两个逗点，这边一二三三个栏位。你就可以这么写，这样第一个栏位，他第一次做的时候会抓第一个栏位的值出来，这样，所以第一个栏位你知道它是它的姓，就指定给 list， 这样就可以直接写了，这样就可以 list 就等于抓出来的这个数值，这样子，就 list 就可以就是这个 Adams 这样，重点在后面那两个这样，
后面那两个的前面这个引述呢，你叫田诺。田诺是让 compiler 知道接下来这两件事情呢，是根据上面已经做过的那个字串继续接着做。我们把这个字串呢切成三个栏位，在第一行我只拿了第一个栏位出来，但是你要怎么让 compiler 继续帮你拿第二个跟第三个栏位呢？你就要前面这个也是用 str tok， 但是前面要放 null， 这样他就会知道要去把上面还没拿完的栏位依序的一个一个拿出来。好，所以第二行这样子做之后，他就会抓第二个栏位，就是 john 放到这个 first 里面，最后一个这个 quincy 再放到这个 middle 里面这样子。哦，所以这边大家可以去看看这样子。哦，所以这么做之后，他就会把这个这三个名字给分离出来了。所以这个其实这边有一个重要观念，就是当你要切割一个字串的时候，你要明确的去看一下，到底它输入的字串里面有没有什么特殊符号，是可以让你用来切割出你要的那个栏位出来的。更积极的想法是这样。你自己在设计那个专题程式的时候，一开始你叫使用者输入，就要叫他符合那个规范。譬如说，你要请他叫他说，你只要输入一个名字，你都要逗点。啊，这样意思就是你之后在处理的时候，可以用逗点去把他的输入的东西分栏位，把它切割出来这样子。好，所以这边是这个样子。有没有什么疑惑想要先确认一下的？上次同学是问我说，为什么这边一定要填诺？啊，我回去看了一下教科书，似乎也没写为什么。他写的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放 null， compiler 就会知道要去从第一行切割出来的东西再继续往后切割这样子。对，所以你这边如果放另外一个字串，他就会去切另外一个字串的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地方。以前我自己在学的时候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是放一个 null 就是空的嘛。空的就叫他不用再去找，你可以解读成不用再去找新的字串了，就是用原来的那个你已经切割好的字串，继续拿第二个切割出来的东西，第三个切割出来了。所以如果你有好几个栏位，你就一直往下写这样。譬如说这边假设还有他的生日啊，譬如说月日年，如果你要再把月日年再切出来，这边就要再写一模一样的这个东西。再写一行，他就会抓月；再写一行就会抓日，然后再写一行，他就会抓年这样子。所以这边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样。他是抓第一个字还是抓整个？你说这一行啊？这个 less， 他会抓切割出来的第一个栏位，逗点前面的第一个栏位这样子。好，很好。有没有别的？你是叫廷玉对吗？你后面这个叫易宏对吗？嗯，我来尝试记大家的名字这样。如果你在我记人的脸比记名字还要厉害，这是为什么我大学从来不参加联谊的原因这样子。我其实大学从来没有参加过联谊，因为只要玩那个记名字游戏，我一定是最后一名这样子。我觉得那个让我很大的挫败感，我去寻找比较让我有成就感的东西。所以。我在路上看到大家的名字，我会跟你可能打招呼这样，可是有时候我可能不会记得他叫错的名字。其实有时候我看到系上老师，我会叫错他的姓这样子，因为有时候太突然了，叫比如说他姓陈好，我就叫黄老师好这样。但是我如果没有把握，我就会讲得很小声，我说黄老师好，或者是我干脆就叫他老师好，但是我后来发现我不可以叫老师好这样，因为他以为我是学生这样子。以前我在七楼，就是一直跟一个老师打招呼，他都不跟我打招呼。然后有一次就说跟他吃饭的时候，就说老师，你为什么每次我跟你打招呼你都不理我？这样他说，因为我以为你是学生这样子。不过其实蛮奇怪的啊，就是学生也应该是打招呼这样子。好 ，OK 啊，好，所以有没有别的想要了解的部分？接下来应该是就是新的一个东西了这样子。好，这边有一个例子这样。好，上次应该是讲到这里啊，印象中是这里这样。这个例子是这样，字有点小，看讲义或是看课本这样子。好，你可以看我先框出来的地方，框出来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就是他说嘞，他要请那个使用者输入化学的一个名称这样子。好，譬如说 H2SO4， 这个是什么？硫酸啊，就硫酸是不是？我实在脱离太久了。H2SO4 这样，
他要把它分，就是根据有大写的字，然后就把它切割出来这样子。好，譬如说，他就要切成这样 ，H2 是一个东西 ，S 是一个东西 ，O4 是另外一个东西。只要有大写的，他就要把它当成是一个新的栏位的开头这样。好，所以这问题很单纯，就是你能不能，如果这是一个作业，你请使用者输入一个正式的化学名称，你能不能依照每一个只要是大写的字，你就帮它切割出来一个独立的栏位，然后把它秀出来这样子，像这个就是要做这件事情。那它的做法就是在这里这样，你可以看到它就是要用这个 string copy 这个东西，复制几个字元这样。可这边困难的地方在哪里呢？你这边可能要做好几件事情，就是你怎么知道这个大写，譬如说第一个字是大写，你怎么知道它会连续几个字元都不是大写？所以你是不是要变得要先侦测，到底它第一个大写字元出来之后，到什么时候它会再遇到第二个字大写字元？这个就跟我们前面教的那个复杂很多这样子啊。不过这个应该是比较实际的，前面那个都很简单，你已经事先规定好，它就是几个字元而已这样，一定是几个字元。但是化学元素、化学这个名称，哎，是你们现在还有在学化学啊？以后也不会有了。哦，幸好你们比较讨厌物理还是化学？化学，真的，我其实比较讨厌物理这样。对，我对物理比较，应该说比较没有感觉啊。看了看半天，我就觉得像还好。我都是挑很看感觉的这样。哦、化学，按、啊、你们还记这么清楚 ，H2SO4 就硫酸这样子。好，那我怎么知道说，譬如说 H 出现之后，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会再出现下一个大写字元？我必须要先知道这件事情，我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我才知道我要复制几个字元出来。好，譬如说这个 H 经过了一个字元之后，就又遇到下一个大写的 S 了，所以他们就有两个字元，那我就要复制两个字元，用 string n copy 这个命令。可是这个两个字元到下一个 case 又不符合了，因为当你抓到 S 之后，它下一个 O 马上又是大写字元，它根本就只要复制一个字元而已。所以这问题其实困难的地方，或者是说它妙的地方，它关键的地方在于这边有一个 if 这里啊，哦，这边有一个 if 这边这样子，还有这边有一个叫做 next 跟 first 的这个，哦，看一下你们的课本会比较清楚。这边我自己看都觉得蛮模糊的这样，这是比较抱歉的地方，因为我要秀整个给大家看这样子。这边有个 next， 这个 next 就是他在判断说他什么时候会遇到下一个大写的字元。当他抓到的时候，他就用 next 减掉一开始初始的那个字元。譬如说 H 可能一开始是零，他就做判断，这个就判断他是不是大写的字元。你把它抓出来，看他是不是介于大写的 A 跟大写的 Z 之间。如果是的话，这个字元就是大写的字元。然后去计算，哎，我到什么时候它就不是大写的字元了？譬如说这个是 0,H 是 0,2 是 1,S 是 2， 照牌的话，它就会一直算到2。好，哦，那我就可以用譬如说0减2知道是 2， 我就知道要复制两个字元，就可以把这 H2 给复制出来这样。所以这边我觉得蛮特别的地方是这个 if， 如果你有需要在你的程式专题里面做这件事的话，这个是可以让你用来判断一个字元是不是大写字元这样。这是目前的做法，在讲义的后面有另外一个做法，你就直接抓那个字元，用它的一个命令，它就可以跟你讲它是不是大写字元这样。这边是其中一种做法，后面还有另外一种做法这样。所以你看这个 string copy， 它这边有一个要复制多少个字元呢？它就用 next 减掉 first 的这个数值这样。然后这边要注意一下，还有一个这个，它这个 for 回圈要做几次呢？好，你在检查这个字串要做几次，要检查几个字元，那你就看这个字串到底输入了几个字元。那，啊，你要怎么知道这个字串有几个字元？大家可以看那个表格，课本的表格 8.1， 应该是 8.1 吧。好，就有一个 string length，strlen， 好 ，strlen， 这个可以让你知道这个字串有几个字元。好，所以他这边就说，哎，欸，那你就 next 的看说小于这个总字元的数量。譬如说 H2SO4 它应该会回报六个吧，除了这五个之外，结束的字元 H2SO4。好，这么做你就可以把它复制出来了，分别复制到一个阵列里面，把它印出来这样子。好，所以这边就大家看一下，
因为应该也差不多，大家要做一下分工，因为后面要交一个专题的期中报告，要讲一下就是目前的进度跟你们怎么分工的这样子。好，啊，分工你们自己最后啊，要讲一件事情，最后交那报告的时候，你们要请大家各组要交一个贡献比例给我看，这样。好，比如说你们有四个队员好了，好，那你们要帮我写一下这四个队员在专题里面的贡献度是多少。以前我没有做过这件事，因为以前我会假设大家都会觉得，就是四个人就是每个人的25，三个人就每个人都33这样子。然后可是后来我有一次不知道第一个学期还第二学期这么做之后，就有一个同学严重抗议了，他说我跟那个同学一组，因为基本上我是假设你们会同一组，应该是说有一些在我们课程里面是硬帮大家分的之外，应该是你的好朋友吧，我猜啊，应该是这个样子。啊，那个同学就抗议说，我这个组员呢根本就没有做什么事情，为什么他的期末专题分数跟我一样高这样子。那我那时候就觉得很困扰这样，因为我从来没有遇过这种情况，因为一般大家不是瞧好吗，譬如说我跟你同一组，也许我一开始就讲好了，你都不用做事，就我做事就好，但你要帮我买晚餐。然后这样子我们两个就贡献50这样子。哦，也许是这样子啊，我一开始是这样啊，后来就想啊，既然这样，那就请大家自己写出来好了。写出来之后还发现还真的会有不平均的情况，这样不平均我们会怎么算分呢？这个你就要听好了哦，这个你要听好了。好，哦，比如说假设啊，假设啊一样，我们先两个同一组这样。你叫什么名字？莫国玉。莫国玉，好。莫国玉。莫。莫是莫在提的那个莫。莫，你知道莫再提是什么意思吗？哎呦，这个讲这个又讲到跟大家的年龄差距了，应该没有，你们有，应该很少人听得懂了。这莫再提是什么意思？其实是一个港剧的梗，一个周星驰的港剧的梗。啊，莫国玉，博玉，哦，博玉这样，莫博玉，博玉好。假设我跟博玉同一组，两个人这样子，啊，结果我们两个人的专题成绩是期末专题是90分，假设是这样。如果我们两个贡献是50，那我们两个就各90。啊，但是如果不是嘞，如果是你10，我90，那我们会怎么算呢？就是这听清，大家听清楚哦。专题我们两个是90分嘛，哈，啊，但是你10%，我90%，所以我们的算法就是专题的分数看几个人就先乘几，哦，比如说90×2就180。啊，你说你只10%嘛，所以你的分数就180×0.1，你有18分这样子，剩下的都是我的这样子。所以期末专题可能会变成这种情况，就是有可能易宏可能会是150分，啊，你的组员只有30分之类的这样子。哦，啊，不过我是觉得这个最重点的地方应该就在于说到底你们是怎么分工的这样子。因为我是不会去管说，譬如说你们写分工说你买晚餐然后你50，我不会去质疑说为什么你买晚餐可以50，你只要巧得好就可以这样子。哦，所以重点是在于那个比例啊，哦，啊，你们就看你们是怎么分配的这样，哦，四个人就平均就25嘛，啊，三个人就平均都33这样子，哦，啊，如果真的有高低的不同，那你们就瞧好就好了这样子，哦，看说，欸，你觉得他这特别辛苦，他是70%这样，啊，然后我30%，但你要注意到，如果你是这个比例，你可能会很低这样子，哦，你可以算一下，先跟大家讲，我们是这么算期末专题的那个分数这样子。好，所以这边大家就可以回去的时候再看一下，这样哈。这边有几个重点，倒是可以标一下，也许你会用得到的。判断大小写，然后判断这个 next 的是我要总共要数几个字源，它是用这个这样子两行就可以做到我刚刚说的同时两件事情。判断大小写，以及知道这个大写到下一个大写之间经过了几个字源这样。详细的 code 我就不一一 trace 给大家看，就概念上是这个样子这样，然后最后他再把它这个做 string copy 这样复制过来，这样把它印出来这样子。好，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样子。呵，这个就是 8.2 的部分这样子。好， 8.3 应该是新的了，啊，不过这个刚刚我就也跟大家讲过了，就说我们可以用一个叫做命令叫做 string length来知道一个字串的长度有多少。那什么叫一个字串的长度呢？就是它的 character， 在它的这个 null character 结尾之前，好，结尾之前它的正式定义，结尾之前的字元的个数，包含那个空白这样子。
叫做是它的字源的长度这样子。所以譬如说像这一段，这边就有一二空白要算三四五六七，然后这样一直算下去，一直算到最后一个结尾怒我的字源之前那段字源的个数，就叫字源的长度。那什么叫空的字源呢？空的字源就是只有结尾字源的，就是它的 length 是零，所以它是有东西的，它就是一个结尾字源，但里面完全没有字源，这叫 empty 的 string 这样子。好，所以这个 string 的第一个字源就是结尾字源，它也只有那个结尾字源，它没有长，应该说它可能后面有东西。这个定义上来说是长度是第一个结尾字源前面的所有字源长度，所以有可能你的结尾字源后面还有东西，可是它只算到第一个结尾字源的前面的字源的这个部分这样。好，接下来就要看这个叫串接，这样也就是前面我们都只有做复制啊，然后读取而已，我都没有对字串做改动，顶多我就帮它切割那个栏位而已。如果现在它输入一个字串给我，然后我做一个处理之后，我要加一个东西给它，好，譬如说一个名字给我，我在后面加上一个底线 pass， 代表说这个东西我已经检查过了，通过了。或者是底线 fail， 我检查完之后说这个东西是 fail 的，我有可能会需要去改到那个字串的内容，那这边就可以用这个串接，叫做 concatenation， 这样串接就是把两个字串接在一起这样子。譬如说像这个例子这样子，命令是这个 strcat 这样，就是 string 的 concatenation 这样子，那就像这样子，目的地来源，前面是目的地，后面是来源。本来这个 S1 是这个 hello 这一个东西这样，然后我要把这个 end more 加到这个 hello 里面去，我宣告出来本来 S1 叫 hello 这样，接下来我要把这个 hello 后面再多加这一串，这只是一个范例而已，可能意义不太大这样，就把它加进去。我要怎么做呢？你不能直接写 S1 然后等于然后什么再加上什么的，你要做只有一种方式这样，就用这个命令把这个串到它后面去，把这个加到后面，这叫 append， 就是附加上去这样，那个 append 是附加的意思。所以这么做之后它就会变成这样了， hello， 然后这个直接接到后面去 end， 然后这边有个空白嘛 more， 最后做完之后帮你加一个结尾字源这样。那我用这个例子问一下大家，现在这个字串长度是多少？这个字串14还是13还是15？字串的长度根据前面说的那个定义13 14 15这样。这边刚好一个蛮可以厘清那个观念的，这字串你可以看讲义前面没关系，确定好13哦。好，我们来看一下是13 14还是15，注意一下就是空白算一个，结尾字源不算，第一个结尾字源前面的加上空白，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是三个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你到时候最后在自己复制的时候，你可能会用到很多那 string copy 啊，你要算清楚哦，你复制13个字源跟复制14个字源弄进来的东西可能是不一样的，这不一样可能会让你的程式就当掉了这样。所以那个到底是多少，到时候大家回去的时候你要试试看这样子。如果你分工到的部分是，整个程式里面负责处理字串输入输出跟处理的，那个你分到这个的同学你就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部分了这样子。好，串接，你可以把任何东西串在它后面这样子。串接的，然后注意一下呢，这件事情呢可能也会发生，万一你的 S1 呢你宣告的时候长度不够，你本来譬如说这样宣告顶多就给你五个字源，万一你好死不死就是宣告五个字源，然后你把这个串进来，你会发现出来答案是错的，不会像这个样子。如果那个长度不够长的话，如果你只留五个字源，就算你写这个东西回来看这个 S1 它还是叫 hello 五个字源而已这样。所以这个东西也会有那个 size 大小的膨胀，就是过载的问题这样子。所以另外一种方式也是，你就有另外一个命令很像的，就多了一个 n 而已，就是它只复制，它只串接最多 n 个字源。好，所以譬如说像这个样子，这后面就有一个练习题要给大家做了，卡户的练习题。
S1 是 Hello， and more 我也是要串进去，但是我自己知道说，我 S1 最多只能再容纳五个字元，那我就后面再加一个这个五这样，然后用这个 strn 好多一个 n， 然后跟前面那个讲义的不一样的地方多了一个 n 这样，那我只复制五个，那我会复制哪五个出来嘞？一二三四五到 m 而已啊。好，这个五是我把这里面的我只再多拿五个而已，一二三空白是一个四五这样子，所以你会看到它就只多到 m 而已，后面加一个结尾字元。结果之前后面的我没用到，就是不知道是什么问号这样子，好，所以是这个样子串接。这个串接可以用在哪里呢？可以先跟大家讲，我最后这个讲义后面那个加分题要让大家做什么这样。其实那个也是要让大家讨论的，所以待会我会先讨论出一个想法，你要做的人回去就把它实现出来这样。那个加分题其实要让大家做一件事情，就是我给你一个英文单字，好没有？给你一个名词啊，然后请你帮我变复数这样子。英文单字，英文的名词要变复数，只有一种可能，还是有多种可能这样？啊，那什么？那个规则是什么？还有印象吗？名词要变复数有什么规则？加 s， 加 s 哈，最简单。譬如说我如果是 book， 我就直接加 s。啊，还有什么规则？字元是 hi。I N 哦 ，I A， I A 后面要加什么？就没有什么都不能加这样子。哦 ，median， 特殊字元。那 data 跟 data 是复数还是单？是单字？复数。复数啊的那个叫单数吗？单数形态这样，不同形态。data 是复数形态嘛 ？datum 是它的单数吧？对哦。哦啊，还有什么？它、应该还有一个吧 ？qy 加 ies 的哈、哦。那这个就用得到了。如果你要做这件事情，我们要怎么做？一个字串给你，你 所以我之前也有跟大家讲过一个东西嘛，就是其实学写程式，其实是在学你怎么建立那个规则。你只要把一个问题的规则定义好，你一定可以写程式这样子。像大家就是知道那个单字怎么变复数的规则。如果有 y， 我就要去掉 y 加 ies。那问题就是你怎么知道那里面有没有 y？ 这第一个。第二个，你怎么去掉那个 y， 然后再把它改成 ies？ 改 ies 就这边就可以用啦，你就串进去嘛。啊，如果直接加 s， 那更简单啦、啊，就串一个 s 给它而已这样。啊，还有不变的，或是变成特殊形态的，所以这边这个就还蛮好用的。这是其中一个这个串接的一个，也是它我觉得蛮好的一个应用这样子。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之后可以怎么样子拿来做使用这样子。好，再过来呢，就是比较像是输入的部分这样子。好，这边到这边为止是字串的一些串接，好，就是。算修改这样子，好，等一下我们来看到其他的像比较啦等等的，这边是你要修改的话，那接下来就说，那我可能可以让用什么方式让使用者可以输入字串给我？这边就是类似像 scanf， 但是这边不一样的事情是，它可以让你扫描一整个 line 这样子，一整个字串扫描进来，这个function叫做 get 这样子。好，要注意一下这个 get 呢，如果你待会你看到就是像这样。程式是这样子写，请他呢，就是你先宣告一个够大的字串哦，字元阵列80个位置，请他输入一行 data， 然后你下面呢不是用 scanf 去存，你可以用这个 get， 用这个 get 呢，这标保留字啊，刮胡里面就是放你要存到哪里去这个 line 这样子，那么他就会把你输入的这整串呢都存进来，只不过有一个东西是不会存的，这样就是这个换行字元它不会存这样。换行字元不会存进来这样，所以你要输入进来有好几种方式，看你比较喜欢用哪一种啊。你要注意一下，这个换行是不会被存进来的。所以如果你要储存的东西是不需要那个换行的，你用这个应该蛮好的。但如果你要换行字元，你可能就需要用 scanf 这样子。这样子写是还蛮简单，你不用用 scanf， 要 personS 啊等等的，然后 end 什么之类的这样子。这样子就是 get， 然后直接。存到这个 line 里面来，
所以他本来是这样写的 ，Here is a short sentence。然后照理来说，他应该会按一下 Enter， 按一下 Enter 就有个换行字源在那边这样。但是你用这个 Gates 这边存的话，他就是把这整串加上这个逗点，还有最后的结尾字源全部存到这个 line 里面去，这样会变成这个样子这样。所以这个就蛮单纯，它就只是一个可以让你输入字串的一个命令哦啊。特别的地方是它不会存这个换行字源，所以就看你觉得有没有必要这样子啊。好，就说如果你觉得你比较习惯用 scanf， 那就用 scanf 啊。好啊，如果你觉得guess 这样子写你比较简单，然后它不存这个换行字源对你来说又没有影响，或者甚至你本来就不想存那个换行字源，那你就用这个 get 这样。好，所以这边有一个例子也是给大家看一下。第一个要注意到的是这个，在这个单元里面，只要你要用到那个表 8.1 啦，或者是讲义上任何看到的那个字串的命令，像刚刚的 string length 啦、string copy 啊那一些，只要你要用到一些命令，你的前面一定要加这个 include string.h 这个资料函式库这样子。好，要不然你会发现你那个在使用那些命令的时候，它都会出现说就是那个叫 compile 错误这样子。好，这个程式呢，它会让你输入这个字源，然后在输入的时候呢，比较特别的是，它会这边会用到档案的输入跟输出，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你也可以趁机再复习或者是学一下，在期末专题的时候需要做这件事情，这样哦，请大家把要输入的东西透过档案的方式读进来哦，比如说100笔以上的资料，透过档案的部分读进来，然后做完之后看你要不要把它输出到档案那边去，这样子。所以你会看到这边它会宣告除了这个档案的指标之外，如果你要做档案处理一定要有这个东西，其他就是字源的这个算是字源字串的字源阵列这样，然后还有一个 status 是它的指标这样。那接下来要做什么呢？它就是先开档，等一下要从这个 in name 里面把档案读进来，所以这个 in name 会一开始请使用者先输入。好，它跟使用者互动的方式就是，你先跟我讲这个我要去读的资料的 input 档案名称叫什么，先存在这个 person s in name 里面，那我就可以用这 in name 去开那个档案做读取，哦，做读取。然后请你也跟我讲，我做完之后要送到什么档案出去，这个 output name 是什么，然后我要对它做写入这样，好，所以这个请大家再注意一下。再过来就是中间这一块这样子。它这个功能呢，其实就还蛮简单的，就是只有把 input 档案的内容全部抓出来呢，然后再写到 output 档案那边去。好，这边其实主要是要跟让大家看一个命令，叫做这个 fgets 这个 fgets 这样。fgets 跟前面这个 gets 呢，这个是蛮像的，差别在哪里呢 ？gets 呢，你一定是要跟使用者做互动。他 printf 请他这个输入之后，你就开始输入一个东西，他把它存起来。使用者一定要跟你做互动。fgets 呢，他直接去档案里面抓每一行的资料出来。所以前面这个 f 其实代表意思就是 file 的意思这样子。哦，这个 f 这样，不是这个，这个就这个。多了一个 f 代表这个 gets 不是荧幕上输入的东西，是他去档案里面做读取的。哦，都去档案里面做读取，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它呢，它的做法是什么？它有一个 status， 前面这边有宣告嘛 ？status 就是它目前这个档案处理的状况这样子。它呢怎么做呢？它会持续做 fgets， 从这个 imp 就是读取的档案的那个指标里面，从这个读取的档案指标里面去把里面的每一行读到 line 里面存起来。这个 line 呢是在它前面这边宣告的。一个字串，我的最后结果会变这个样子。这是我原本的 input 档案，我从这 input 档案里面去把每一行读进来，存在 line 那一个字串里面。哦，那限制一个长度在这里，这样 line 的长度是多少？如果他有读到东西的话，他就会回报应该是一吧，就是有那个值。如果没有，它就是一个错误讯息。所以这个 status 就是哦，那这样应该是说，如果他没有读到东西，它就会等于零这样子。好，所以只要这个 status 不等于零，它就一直去做 fgets 这个动作，把里面的内容一直存到 line 里面去。好，
那在最后这边呢，他就说，如果 LINE 里面呢，它有这个换行字元的话，那你就把它取代成结尾字元这样子。然后最后印出来的时候，就用这个 fprintf， 这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 ，fprintf 多一个 f 就是印出到档案。所以这边大家要注意一下两个东西，就是读取的时候，这个指标要放的是要读取的档案的指标，就是这个 imp 这样。写出的时候要放的是要写入的那个档案的指标 ，outp， 哦，这个最后你会需要用到这个东西。那这边差别就是这边要换行两次这样，所以你看一下这结尾是这样子。本来读进来的时候是这样子，然后他要把它类似变得比较容易读，把它分成第几行。这边它的 in the early 这个是第一行，然后这个 system 是第二行。而且每一行中间它都多空一百，多空两行的，应该说一行的一个空白这样，好，所以这个是它要做的事情了，就看大家最后专题有没有做类似的东西，input步答案读起来，读进来变成另外一种格式输出出去这样子，好，它这边的做法，这边我觉得可以学的是第一个是这一个，你可以透过这个 status 等于这一个来去判断你读进来的东西是不是有效的。如果你一直读到这个内容已经就读完了，譬如说这边读到最后一行，这边读完下面就没有东西了，那么这个 status 就会等于零，这个 for 回圈就不会再进行了。哦，啊，这个 for 回圈有另外一个特别的是，本来大家熟悉的就是什么 i 等于零 ，i 如果小于多少就 i 加加，通常第三个是放什么递增的嘛 ，i 加加，在这里它就还是比较特别，它就继续读而已这样，初始值是读，读完之后如果有值我就再继续读，然后如果有值再继续读，一直读到这个 status 等于零为止这样子。那最后帮你把这个换行取代成就是结尾字元，哦，所以这边有几个特殊的地方你可以标一下，就框框的地方也是特殊的地方，哦，fget 还有这个整个 for 回圈，哦，你可以学学看是不是可以用这样子，还有这个 fprintf 这样子。好，大概是先这个样子，先休息10分钟，好，10:15的时候，好，我们再继续上课这样。好，感觉这样子做之后，中间的下课有点漫长这样子，所以我要来跟大家说一下笑话，看多少提振一下精神这样。但今天讲这个笑话，某种程度很考验我的能力这样子，所以要请大家再多包含一下，因为这个笑话我想要用讲的这样子，好像讲的看大家能不能体会到，也许会有点冷这样子，但看能不能体会到我想要讲的那个，至少让大家看一下，如果不用投影片的话，这个老师到底要怎么讲那个笑话这样。啊，今天讲的笑话有两个这样，因为是为了以防第一个不太好笑这样子，或者是说，第二个不太好笑，第一个好笑一点这样。第一个笑话是这样子，好，就说就小明啊，小明呢，他一直对自己的聪明才智很有自信，这样啊。也许你有听过这笑话的前半部，但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后半部这样。然后他就有一次学校就进了一台机器，啊，就是说，就是测一下说，如果你很聪明，他就说，哦，你是天才，啊，或者是哦，你的智力多少这样。那小明就对自己很有自信嘛，他就想学校进这一台，我应该好好去测一下，这样让别人也知道我到底多聪明这样。然后他就有一个机器，他就进去了这样子。然后当他把那个机器是要套在头上的啊，套在头上之后啊，那个机器就说了一句话这样子，那应该是大家有听过一句话，叫做请不要拿石头来开玩笑这样子啊，这个应该有听过嘛齁啊。小明就很生气这样子，哦，怎么会我这个这么聪明，这样弄一个那个头咧，这样子弄说请不要拿石头开玩笑，就要回去就高一的时候做一次，高二高三再努力一次啊，高三的时候再来套一次，然后这样总该会说应该你的智力180或是200多，180好像还好，是不是200多比较高啊？不对，180好像蛮高的，100高，对，我都不知道我多少，他都忘了这样。好，他就想说那应该很高了吧，结果他就再把那个头套套上去这样。就这时候那个头套说什么呢？这颗石头很面熟这样。好的，这第一个啊。第二个是这个样子，有没有人现在是细磊的啊？细磊经理啊，细棒之类的，应该有吧？至少知道一个大四的同学应该是这样。就是有一个小明跟小华，
他们很喜欢打棒球这样子，爱打棒球打到什么程度？他们两个约好说，如果你们两个以后谁先死掉去天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么有自信，他就是可以去天堂这样。去天堂之后呢，我们一定要跟对方讲说，天堂到底有没有棒球队可以打？他们死了也要打棒球这样子。好，啊，结果就过了一段时间，老了这样子，不小心小明就先死了这样子。然后他就托梦给小华这样子，然后小华在睡觉，他托梦给那小华，小华，小华，跟你讲哦，这天堂上真的有棒球队，以后我们可以打棒球了，这是好消息这样子。然后小华就听了就说，哦，这个消息很好啊，那你说这是好消息，那应该是有个坏消息吧？然后说那坏消息是什么？他说坏消息呢是明天的先发投手是你这样。这个好笑一点哈，对。这个我就说很考验，这个这种事情我一个学期只会做一次而已，接下来我就要仰赖我的投影片跟我的影片了，这样，因为这个很考验这个老师能不能比较放开一点身段。你可以想象，如果是其他老师讲这个，他会怎么讲？小明跟小华那个，然后说明天的先发投手是你，什么之类的，这样子，我就觉得蛮特别的、啊，这样。好了，希望让大家比较枯燥的内容之余，可以稍微放松一下，这样也是要祝大家期末考可以顺利，这样，因为照你们所说，好像你们期末考周真的是期末考周这样子，全部都挤在那一周考这样子。我大一撑过就好，你只要能够撑得到大三以后，就海阔天空了这样子。好啊，你就可以慢慢的修课修一修，去选择你想要的组别这样子。好，现在我们系上有七个组啊。啊，你可能会很好奇，到底要怎么选择什么组？譬如说，你们有，哎，不过你们这学期上的课好像都是我们那个组的，数位系统是我们的 SOC 组，啊，这个程式照理来说应该是一个电脑多媒体组，啊，我来上我也是 SOC 组，你可能会好奇说，哎，那之后要怎么选？是有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就是我的做法就是你修课修一修之后，你发现真的没什么感觉，你就可以用删去法把它删掉了，这样。啊，不过你要注意到，你不要删到大三的时候删到没有可以删的这样子，对，至少大三留下一到两个组嘛，这样子。哦，譬如说你如果对做手机很有对手机天线很有兴趣的，你可能到时候就会选择天线组，那我们就有一个超强的老师这样子，哦，就是之前的副校长，哦，啊，超强是哪里超强呢？啊，超强到国外的一些做手机的大公司都要跟他合作。哦，华为啊，三星啊，等等的这样，宏基啊，啊，导致什么呢？他的听说他一年的技术转移收入是多少钱呢？一年哦，一年的技转的收入好像是3-4千万的嘞。对，其实你那个前院长也不遑多让这样子。哎，前院长，如果你去参观他实验室，他一整面墙都是专利，他其实也不遑多让这样，所以可能你以后真的会进他实验室，我可能。这样以后我就可以看到你了，对。他其实还蛮幽默的吧？我记得他讲话好像蛮幽默的，对啊。其实某种程度来说，应该蛮有趣的，对。看你们是不是这么觉得？对，我是记得他每次要讲一件事，都不会按照本来该的那个方式，他都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讲，这样子。好，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讲这个8.4的一个部分，再多让大家知道一些跟自串有关的运算，然后你可以拿来做很多不一样的应用。像刚刚在下课就有同学就先问了我说，现在自串我们有教到可以都要做串接啊、指定啊、复制啊等等的，那我可不可以比较两个自串呢？就是说我可能会在两个，譬如说假设你输入两个货品的名字，我想要知道这两个是不是一模一样的，那我就需要做一些比较的动作。那我是不是可以做一些比较来帮助我做一些其他的判断？譬如说，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应用是，我们需要对名字做一些英文字母的顺序的排序。哦，那我就需要做，如果是排序的话，先前我们学过，就是一定是需要先做比较，知道谁大谁小，然后才去做交换这个动作。所以比较这件事情一定是必要的，这样。那可以怎么做呢？这边大家就可以用到这个命令，这样 string compare， 哦 ，string compare， 然后就是输入两个字串给它，它就会帮你做比较。比较的时候，如果是1小于2 ，string 1小于2的话，
那他就回传一个负数的值给你，负一啊、负二等等的，就是负数，就是小于零的一个数值。如果这两个是一样的呢，那就是这个回传零给你。啊，如果是 S1 string 1大于 string 2的话，它就是一个正数。那他怎么知道这个大小是怎么判断呢？其实他就是按照那个英文字母的顺序这样子。譬如说这个例子是这样子，好 ，string one 是这样子 ，string two 是这样子，这两个你把它丢到 string compare 的时候，它会说 string one 小于 string two。注意一下，它比较的并不是字元数的多寡，它比的是第一个数字的字元顺序。好，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m 跟 t 谁的顺序比较小 ，m 跟 t 这样子，谁比较小 ？m 嘛。OPQR,LMN 嘛 ,LMNOPQRST, 所以 M 是在 T 前面。好 ,T 前面它在 ASCII code 的数值就会比它小，对吗？好，所以这个是按照那个英文字母的顺序再对应到那个 ASCII code 的数值。这个 M 它的英文字母的顺序是在 T 前面的，所以当你把1跟2放到 compare 里面的时候，结论就是1会小于2。所以它会回传一个负数的数值出来，什么时候会等于呢？就是它们两个数字要完全一模一样，哎，不是数字啊，它的字串的内容要一模一样。譬如说 string one 跟 string two 都是 and， 或是都是别的都可以，这样就是它们两个要完全一模一样，就会是等于。所以实际上其实这个蛮常用一个应用，就是你可以拿来做对照这样子。比如说你资料库里面有一些名字。那你使用者又输入一个新的名字，你想要知道这个新的名字有没有在资料库内，那你就可以用这个 string compare， 或者是等一下的排序。你如果不只是想要知道等不等于而已，等不等于就是刚刚说的那个比对的而已这样子。那如果你想要对那个做排序的话，那你就需要知道这完整的三个功能这样子。第三个部分就是大于的部分，好，所以这边可以看得到，哎，如果是这个。shrimp 虾子嘛 ，crab 是螃蟹吧，这两个来比，好，不是大的，不是字元多的，就是大，这样要看第一个字元 ，S 是在 C 后面的，好 ，S 是在 C 后面 ，C 很前面嘛 ，A B C 啊，好啊，越后面的 ASCII code 的数值越大，所以如果 string one 是这个 ，string two 是这个，那就代表 string one 大于 string two， 它会回传一个正值，好，所以这边叫做 string compare， 这边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看这个。会不会用得到这样子？就注意一下是这一个这样。好，下面这个是要让大家看一下，哎，这个 string 的 compare 的一个部分，怎么用来把一个 list 的按照它的字母顺序由小到大做排列？哦，这个 alphabetizing 哦，就是按照字母的顺序做排列。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想要啊，那就是刚看到那个一开始的那个总统的名字的那个部分、啊哦、就是 A 的人要排最前面啊 ，Z 的人要排最后面这样子、哦、所以那个叫字母的排序这样。那要怎么排序呢？其实我们有两种做法，这样左边跟右边都可以这样、哦、你可以看课本，它也是这么跟大家讲这样子，左边跟右边都可以。你可以用就是一般，因为字元啊，应该说字串它也是存在一个阵列里面这样、哦。所以先看左边好，这个左边这个是我们原本的那个。就是纯字串，应该说纯阵列的做法。你可以用完全，应该说你可以完全不要用到字串的处理。